也捞些鱼回家办酒席了。俺这办个海钓鱼的。啊，哪个能办？那些就先等俺些就来。啊，不要钱了。给他。好，那行。阿秀们，哎，阿秀们，这个面子洗还跟兄弟洗还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，跟你到你这里给你。阿秀们，怎么样子？他是干。我管他哥嘞，他叫你不行。我买他妈个黏我了，你那边叫治很个呀，你不管他，那我的他的话就是这些，你去那些小麻烦，小公司出来我搞不了水放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捞了。你看这你的帮你看。他把那个椅子搬开了，都虚掉了。捏捏的，那这捏的可能不到十斤捏的都还有那个好的。啊，我就拿手机，阿爸你这搬起来的阿手机，这还有。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，这个东西。你这个是另外捞的。哇，这条鲤鱼几斤了？哎呀，那还有那藤条呀，全部删了去。你来看能力不看呐？我这一看，我这两个地方看的啦。啊，多点洗。嗯，那这多点洗还能拿去。你这么，那你把这虾子给了？哎，先把那海鱼给我炒。现在有跟海跟天天的海跟海的啊，天天跟海跟老师跟有些跟海跟你的，小鱼还是很多，天天跟海跟都习惯你。小鱼。这个里还有马口，这个鱼塘还这么大的马口，这条草鱼还挺大，这两条还挺大。大概
五条草鱼哟。哎，这还有够。我那是长了一张，还没结的打这个吗？我说你这你这两天晚上出发前在哪哪看的没？你那干啥？看记者去。你在过。啊。干嘛呢？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干嘛？你拿着手机吧，这。哎，现在你两两，他两天天的事。再控制两天的电池呢？哦。那个别那个行。别耽误手机忙了。你俩拿两斤，还走没事？那个梨得有二十几斤呢，找到的。这些鱼全部捞回去，先拉回去了。不怕风风的。这个土鸡这么大，这条鲫鱼大三两，这几条鲫鱼还是挺大。捞这么多鱼够了，李总这个鱼塘今年到头基本上都不喂的，这里面这么大的鱼塘本来可以养三百斤鱼的，只捞了三十几斤鱼，一百斤鱼都没养到，这懒人鱼塘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